今天的话同样也是有福袋顶三到五千来发出今天的第一个福袋哈。X5 国产看一下 ，X5 国产的暂时是还没有现车到店，所以看不了。没有关注的也可以帮主播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哈。740，对的，我现在做的这台的话是咱们740Li 的行政运动版本，指导价的话是1198W的那一款。